从此有个电台，电台里面有个节目，节目里面有两个主持人喺度讲故事，讲咩故事呢？从此有座山，山上面有个庙，庙里面有个和尚，和尚喺度讲故事。轻松孖宝二十周年，一日一典故，重演经典，经典。咪就系经常讲中国几千年嘅著名历史典故咯，千几个故事里面，作为中国人，你又听过几多个？呢、这个惭愧惭愧。一日一典故，历史故事够丰富。一日一典故，周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两点，穿梭孖宝节目二十周年献礼，敬请共勉。我要听啊！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呢一个一日一典故呢、这个故事呢系一个事实故事，但系内容方面就有一次狼来了。点解呢？这个故事叫做周幽王烽火戏诸侯。诶，唔该呢位老师，我觉得你讲嘢有少少矛盾，既然系事实，但系有少少嘅造作，系咪呢？点为之事实造作呢？即系事实造作就系件事咧，就有呢件事，但系实际上里边嘅内容咧有少少嘅造作咁，系咪咧？唔系吧？哦，即系真系咁嘅事，真人真事咁话啦，咁一定要听啦。你知唔知周朝里边有一个皇帝叫做周幽王啊？周幽王呢个名啊，嗱，曾经我嚟听过咧，周文王、周武王，莫非佢系呢一个周朝天子嘅后代？嗱。我哋讲周幽王之前，首先要讲一个叫周宣王。周宣王呢其实是西周中兴的一个明主，即是说一个很有名的皇帝来的。有一天他走在街上面，就听到几个小孩在唱歌仔吧。叮叮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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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月将升，日将没。双木制造的大弓，积木制作的大箭。佢唔系咁唱噶，点唱噶？叮叮当，叮叮当，月将升，日将没。双木做嘅弓，积木做嘅箭，将周朝整个大咕窿，大咕窿。叮叮当，当当叮，月将升。岂有此理！真系岂有此理！皇上息怒，呢个只不过系啲细路哥自己传说嘅童谣啫，可以唔需要理会。人嚟，系。以后边个敢再卖桑木做嘅弓、积木做嘅箭，一律处斩。这个，哼，系回宫，系嗱，周宣王就嬲爆爆咁翻到宫里边，又听见啲下人呢讲一件怪事噃。喂，你知唔知啊？呢后宫嗰处有个老宫女啊，陀咗三陀四十年啊，而家终于生，琴晚呢生咗个女婴啊！哎呀！四十年啦，以为一直以为你过嚟系咩事？系咁嘅，皇上，你听讲后宫有个老宫女，佢咧就一直肥咗四十年，以为佢肥咧，其实唔系，佢系驮咗四十年嘅孕啊，即系肚里边有 B B 四十年啊，咁而家咧喺琴晚咧就生咗个女婴出嚟啊！四十年，好，同我召呢个宫女嚟。哦，系噶，系噶，召。赵老公老公女，公女大到、啊，皇上，你讲咩、回事？听讲你怀孕四十年，琴晚生咗个女系嘛？系嘅，件事系咁嘅，听讲咧就话喺呢一个夏桀王末年嗰阵咧。煲城有神人化为二龙，即化为两条龙，系啦，就降于皇庭。哦，咁而且流住口水嘅，哦，仲要识讲人话嘅。呢两条龙识讲人话？系啊，咁啊，当时咧就风雨大作，哦，二龙飞起，飞来飞去，哦，啊，咁咧就系、是、祖先王咧夏桀咧就即刻咧就系、是、揾人咧就是。就是收呢啲龙嘅口水放落个锦盒嗰度，系、啦，
咁啊，到咗我哋先王嗰阵呢，吓呢一个呢、這个盒里边咧，呢、這个赤盒里边突然之间出现亮光，咁啊，先王咧想打开，但系你知啦，既然系先王，肯定老噶啦，仲老过我，佢手腾腾咁样失手落地，个盒就跌咗落地。咁啱我嗰陣時呢就踩中呢條龍炎，即係踩中啲口水。咁、從此之後呢就覺得個肚唔多舒服，漸漸大起身，就好似懷孕咁樣。係啦，咁四十年我都以為自己冇乜事㗎，就口佢肥啦咁樣。但係諗唔到琴日突然之間肚痛，結果就生咗個女嬰。係、哎、啦。呢件事好奇怪。皇后。你覺得我哋宫里边出现啲咁嘅事，应该点处置好呢？作为我系后宫之王，我觉得应该将呢个新生女婴用草席包住，掟佢落河，或者掟佢喺河边就算啦。准奏。系。人嚟，将个细路掟去河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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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话说呢一日有一对乡下嘅夫妇，吓咁咧就带住桑公木啊，用桑木做嘅弓咧，即系桑公基箭吓，同埋呢啲基木做嘅箭咧，就入到城里边落嚟卖。一入到城门里边，诶，啲官兵一见到就喝佢哋，系放低你哋嘅弓同埋箭，呢度唔可以卖桑木嘅弓。同埋呢一个基木嘅箭，知唔知啊？嗱，你知唔知你犯咗王法要拉啦？快走！冇行咯吓，冇咯，哎呀，哎老婆走咯，走咯走咯走咯。于是两公婆咧就吓到嗱嗱临抌低晒啲嘢就掟出城外，我跑到去河边，咦、欸？听到有婴儿喊声喎，诶、欸，老公，哎呀，咦、欸？我做乜听到有苏虾嘅喊声咯？哎呀，真系有个弃婴啊，老公啊，哎，做乜啊？有个弃婴喺树，你睇，哎呀，好靓哇！哎呀，打个瞎子啊！哎呀，靓到我要打瞎子咯！哎呀，咁阴公，阴公咯，不如我哋抱咗佢啦！好，哎呀，抱咗佢啦，抱咗佢啦！唔好喊咯，唔好喊咯，系啊！快啲走啦，唔好再入嚟呢个煲城咯。好。嗱，就系咁样，佢哋两公婆咧就抱住呢个女婴咧，就系继续逃亡，最后咧就逃到去煲城嗰处啦。嗱，呢一个女婴后来就俾起咗个名，就叫做煲齿。咁啊，煲齿咩为之齿咧？古代个齿字嘅意思就系指姐姐嘅意思。哦，吓咁个名字就叫煲齿啦。系啦，咁啊到14岁嘅时候，已经长到咧好靓女啦，靓到人见人爱，边一个见到都流口水咁滞。嗱，话说呢个时候，周宣王就已经驾崩死咗，佢个仔周幽王就即位。咁而呢一个幽王咧就非常之残暴，而且咧，就好鍾意靚女嘅，就下令下面嘅人全城去搜刮美女。当时嘅大臣褒响呢就曾经劝谏嘅。皇上切勿贪图美色，咁係祸国殃民囉。竟然话本王，人嚟，係将褒响关起嚟。係大王，关褒响，就系咁，褒响就俾皇上咧就踏咗入天牢。而褒响个仔个名叫做洪德啊，咁偶然去到乡间度收租，咁啊见到咧正喺度打水嘅呢一个阿褒姒咧就哇靓到惊为天人，于是呢个洪德就心谂：天子好色，如果俾皇帝见到佢，一定可以将我老豆放翻出嚟嘅，好啊！请问姑娘，你家父母喺边处呢？我家父母喺田头做紧工咧，带去揾佢。娘亲，有人揾你咯！啊，边个揾我？
你好啊，呢位公子。呢位呢位大婶。啊，我可唔可以带你个姑娘入宫，侍候皇上又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啊？唔得唔得唔得，系呢个你唔咁啦，系咁啦，系咁啦，咪住，慢慢慢 ，stop。我愿意用300匹布嚟买低姑娘。都话唔咩咩话咩话？300匹布。300匹，三百匹可以买到。老婆，300匹布好多咯。好多咯，而且个女你入咗皇宫嘅话，永华富贵咯。我又富贵咯。哎呀，女啊女啊，阿妈唔舍得你啊。哎呀，唔舍得你啊，快啲去咯。妈，我都唔舍得你啊。就是咁，当其时300匹布就好值钱嘅。嗯，就将呢个褒姒咧就换走咗，然之后啊，咁咧呢一个后生仔咧，洪德咧就教呢个褒姒，教佢礼仪咧，教佢点样去扮靓，随即咧就带到去高城啊京都嗰度咧见周幽王。哇！周幽王一见到，哎呀，嗒晒糖，于是即刻就下令。人嚟，将褒响放走。放走褒响，放褒响，放褒响，响响响响。好啦，话说咧，自从周幽王咧得到呢一个褒姒之后咧，就同佢日日住喺呢个琼台。美人啊！诶，我想问一下，呢一个琼台呢个语系咪喺呢度开始嚟嘅咧？琼台呢词系指皇宫里边，又或者高级里边喺高台上边嘅凉亭，叫琼台，所以叫琼台楼阁吓。系啦，哇，整整3个月时间咧，这个咁嘅周幽王咧都冇入到皇后正宫嗰度。皇上今晚应该去后宫宠幸下皇后啦嘛 ？No。no 要食自己啦，系而且周幽王咧仲公开宣称褒姒咧系最迷人嘅新妃子啊！讲你哋听，吓讲你哋听，吓褒姒系我咁多后宫里边最靓嘅妃啊！真系皇后老啦，嗱佢完全唔将皇后放在眼内，哇！皇后搞到咧就大叫大喊。皇上啊，唔理我啦！嗱，皇儿啊，话说太后生咗个仔，就是、太子第一个仔太子。太子嘅名咧，个名好怪啊，叫做仪教。娘亲，皇儿，父王，以后我哋嘅日子点过啊？娘亲，父王而家宠幸个妖妃，唔得，我要谂条好计出嚟先得。我点样报复先得？吉啲嗰啲，吉啲嗰啲，吉啲嗰啲，大啲都地多。有啦，谂啊，好，人嚟，系嗱，带10几名宫女去到呢一个琼台宫旁边乱摘花朵。嗱，咁吓，如果出边有人嚟拦嘅话，你就咁啊，知唔知道？嗱。於是就帶住10几个宫女就去到呢個瓊台宮，咁亂摘啲花花草草，咁瓊台宮裏面梗係有人出嚟攔㗎啦。曹衣巴閉嘅時候，喺裏面嘅呢個褒姒呢就聽到嗌交聲就行出嚟。哎呀，發生咩事咁嘈啊？太你個賤人、太子而教一見到佢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變身。哎呀，唔好扯我啲頭髮啊！呢场毒打打得硬咯，面青口唇白啊，头发乱晒龙，哎呀，呢下嘢唔去告状去把鬼咯。嗱，周幽王退朝翻嚟，见到自己心爱嘅爱妃俾人打成咁，虚嬲啊！呢、这个时候，阿褒姒一路抹眼泪，一路擤鼻涕，就一路喺度嗲啦。皇上，太子边个打嚟？是太子，太子为母报仇，我死不足惜。但是皇上，我肚里面
已经怀有皇上嘅皇儿两个几月啦、嗯，求皇上放我出去啦、嗯，我唔愿意再受咁样嘅侮辱啦。呀呀呸！哼，太子无礼，好人嚟，系将太子送去新国，将太子送去新国，将太子送去新国。嗱，原来皇后呢，即本身呢个皇后呢就係、是、新国嘅公主，咁而新国嘅侯爷呢就係、是、太子嘅外公嚟嘅。哎呀，皇后听讲自己嘅仔被放逐，我就终日流眼泪。啊，呢、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呢就係、是、生从拐中嘅宫女呢就进谏呢个皇后啦。娘娘啊，我觉得呢你应该将自己发紧烧或者病紧，咁然之后咧就召阿温敖入宫睇脉，再加上咧就叫阿温敖咧就系、是、托佢咧就系、是、带封信去新国，请太子咧就系、是、上表讲自己已经系悔过自身啦，咁样或者天子咧会召太子回国都未定嘅。但唔好彩咧，呢件事仲未执行咧，就已经俾阿褒姒啲手下咧就听到耳闻。唉，温敖一出宫就即刻俾人哋拦住，咁因为呢皇后写封信里面有好多地方呢，信里面系闹喺周幽王嘅，周幽王睇到梗系好唔开心啦。再加上呢褒姒啊啱啱生咗个仔吓，于是咁啊更加之咧就要锡晒呢一个褒姒啦。周幽王就即刻拍板就讲：人嚟！系皇上，将皇后打入冷宫，太子废为庶人。哼，好，从今日起立褒姒为后，赐子白服为太子，边个敢嚟求情一律处斩。吓、啊、皇上，系嗱，这个呢跟以前古代皇庭里面的习俗呢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。好多个大臣呢就冇眼睇，纷纷就告老还乡，不上朝。而这个周幽王呢也都干脆就不上朝，天日日就同埋这个褒姒喝酒作乐。好啦，褒姒虽然做了皇后，但是日日呢就还是面窿窿这样。于是周幽王就諗到条计，就讲啦，边个能够令到褒姒一笑奖一千两黄金。大王，臣以为以前西戎国强大，怕佢哋入侵，曾经喺骊山底下放咗20个烽火台，几十面大鼓作为召集诸侯嚟救嘅警报。或者皇后会对假警报会有兴趣呢？好，人嚟，系今晚就点着烽火台上面嘅狼烟。嗱，狼烟四起呢个词咧就系喺烽火台度嚟嘅，用狼嘅尿噏落啲茅草嗰度，然之后咧一点着啲烟就好大嘅。当晚啲烽火台就点晒狼烟之后，啲黑烟就冲天而起，同时呢又雷响晒啲鼓，咚咚咚咚咚咚。啊，周围嗰啲诸侯呢以为。出事喎、啊、喂喂，快啲快啲带兵喂去救太朝、啊、快。啊，于是啲诸侯啦啦临出兵，嚟到城下边一睇，哎撞鬼啦。只见呢个周幽王呢喺上面就饮酒，喺度喺度饮酒唱歌。嗰啲诸侯呢知道俾人玩啦，於是嬲爆爆就全部走晒。好嗱，咁前面讲过太子呢被逐出呢一个新国，贬为庶民啦。咁皇后嘅父亲就係申侯，咁申侯见到自己个女同埋外孙俾人虾，梗係嬲㗎啦。於是就向咗犬戎呢个地方呢就借咗15000名嘅兵卒，再加埋原先自己啲兵马，嘻嘻嘻嘻就闪电出击，就将京都就团团围住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周幽王见到惊啦，于是就马上叫下面啲人：人嚟啊，快啲点狼烟召集诸侯救驾。但系呢个时候再召集完全嚟唔切啦，
因为所有嘅诸侯以为亦都系幽王咧，周幽王咧为咗呢一个褒姒咧就系寻开心，所以冇人愿意再做傻瓜发兵前来。唉，一下子调唔到兵，亦都冇人嚟救。周幽王嘅兵力喺嗰度又单薄，于是唔够犬戎嘅大军打，卒之就死喺乱战之中。嗱，呢个故事系咪同狼来了好相似？唔好整蛊人，整蛊人嘅结果，以后你真系求人嘅时候，就冇人骚你噶啦。从前有个电台，电台里面有个节目，节目里面有两个主持人喺度讲故事，讲咩故事呢？从前有座山，山上面有个庙，庙里面有个和尚，和尚喺度讲故事。穿梭孖宝二十周年，一日一典故，重演经典，经典。咪就系经常讲中国几千年嘅著名历史典故咯，千几个故事里面，作为中国人，你又听过几多个？呢、这个惭愧惭愧。一日一典故，历史故事够丰富。一日一典故，周一至五晏昼一点。